啊，任何一切法都是因缘有，都是毕竟空，而且是当体即空。这样的观察呢，是最殊胜的。那我们从空有相即的相待，相即呢，就是色空相即，色即是空。等一下我们会介绍空即是色，好，然后到毕竟空的绝代，毕竟空的绝代就是说，我们从空有相即的相待，从相待来讲，因缘有毕竟空，到什么呢？我们观察一切法都是什么呢？都是性空，都是毕竟空。那我们凡夫观察一切都是毕竟有还是毕竟空？我们观察的哪一样不是有？但是在这些有当中，哪一样不是空？因缘有，是宛然有，毕竟空，毕竟空又宛然有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讲空跟有，好，色是有，空有是相依相成，它是在观察的时候呢，我们说观空不坏缘起。我们在这观这个空呢，是不破坏这个色的哦。如果观空破坏色的话，就是有空，但是这个因缘有是没有的。这样啊，这样的观察呢就错误。我们从因缘有的当下去体悟到它的毕竟空，而且是什么呢？是当体即空。当下呢，我们就体悟到有法的毕竟空性。所以观空不坏缘起有，空跟色呢，空跟色。色即是空，空色不相爱。如果相爱的话，就是色是有，空是空。好，空色不相爱而相成，互相成就。那我们是空色有没有互相成呢？还是互相爱呢？我们是分开。好，有是有，空是空。好像上课也是这样。哦，上课的时候是毕竟空，下课的时候呢又怎么样？落入世俗的因缘有的执取当中，这就不对了。好，那空即是色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刚才讲说色即是空嘛，空即是色，空为什么是色？空为什么是色？在龙树菩萨他说到：“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以有空，所以一切法得成。所以空呢，它为什么是色呢？以有空义故，色法才能成立嘛。如果没有空的话，色法能成立吗？色是有吗？色不是有，色是什么呢？色是空，色是因缘有，毕竟空嘛。所以以有空义故。”一切法得成，以有空义故，色法才能成立哦。所以色法的成立也依于什么呢？也依于空。所以色啊，空即是色。这个空呢，因为有这个空义，所以呢，能成立什么呢？一切色法，能成立色受想行识的五蕴，世间的一切一切。都是由空而成立的，空即是色，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一切法可以成立，色法受想行识五蕴可以成立，所以我们说空即是色，这个空即是色的空呢是性空，什么意思呢？世间没有不变性，世间没有独存性，世间没有实有性的法。所以呢，因为性空，所以一切可现为有。我们为什么能够现为色？因为有谁？因为有空。如果不空的话，色永远都是色，凡夫永远都是凡夫，桌子永远是桌子。好，所以因为性空，以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性空，世间没有不变性。独存性、实有性的法，所以一切法可现为有。为什么可以现为有？因为什么？性空。我们诸法若不空，这个色如果不空的话，
它不能生。你看到、哦、我们色是不是生起又灭去，灭去又生起，生起又灭去？为什么能够这样生生灭灭？因为一切法是有还是空？空，它是性空，所以空即是什么呢？色，诸法若不空，一切法不能生。这个如果不空，它就不能生。诸法性空，所以一切法可现为有，这是一个重点。诸法性空，诸法性空嘛，所以它可以现为有嘛，是吗？诸法性空，诸法性空，色法性空，五蕴性空，五蕴皆空，所以色法性空，它是空哦。色法是什么？空，所以空即是色。一切法的生灭有无，你看我们人的生灭跟有无，它是要有还是空，而会有有无跟生灭。如果是实有的话，你生就永远都是什么呢？都生哦。还好有什么呢？还好有这个空。好，毕竟空成立一切法，空中成立一切，一切法的生灭有无都是由无自性毕竟空而成立，有法都是由什么而成立？由空而成立。我们人的这个有法，如果是不空的话，不空的话就不生了，不空的话就实有嘛，实有你会不会生跟灭？不会。所以我们这个有法，它是空还是不空？它是空，所以它会有生灭，它会有有无。所以呢，因为性空，所以可以现为一切法。一切法的生灭有无都是由毕竟空而成立。一切法的生灭，色法的生灭，色法的有无都是由毕竟空而成立的。好，所以呢，空即是色。刚才讲到色即是空，现在讲什么呢？空即是色。我们小结一下，色跟空呢，它是相即的。色跟空是一件事情的不同说明。缘起有毕竟空，其实缘起有你要观察到它的当体即空 ，A 空 ，B 也空。只是说现在呈现的是因缘有，但是它是一个假有。这个有不可得，不可得即空。但是我们讲因缘有，它叫做五蕴，叫做色蕴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呢？这样的说明是说明空色不相爱而相成的一个道理。好，那在观音法门里面，它最难的一个地方就是般若法门，有这个般若，再加上观音菩萨的慈悲，就能够广度众生。那下一节课呢，我们会再跟大家介绍第二个，这个悲字当中的智慧，就是耳根圆通法门。那还有这个慈明法门，还有这个净土法门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4788012001194788，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
结缘品。生命 TV， 生生不息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现在讲的是两仪比，以两仪比这个十种这个一的意义，就是从这个世间容易一直比到最高的两仪，比佛，佛在《佛遗教经》里面说：“我如两仪，知病说药，服仪不服，服仪就也。”佛就是大两仪。那么关于这个一，这个一字怎么解释呢？一就是依靠的一的意思，因为你有了这个身体，就是要依靠医药来保持你的身体的健康，身体健康需要靠这个医方，所以医者医也，是这个医药的医，就把它解释作依靠它来使身体健康的那种意思，就是医者医也。这是第一种意义。还有一种意义，医者医也，新意识的意，意识的意，医者医也。为什么叫做医呢？因为良医治病啊，贵府灵机应变，最重要的就是看到这个病人的情况啊，随时能够应变，不会死板的刻板的用那个死方来治疗辩证，用死方治辩证那是有危险，有的时候又出毛病。所以台湾光复初期啊，有个北方的大陆北方的医师，那真是蒙古大夫啊，他医理并不懂得彻底，他不知道时序，不知道台湾的气候，有个感冒身体很虚弱的感冒的人给他看啊，他一看了、知道这是感冒，感冒这个汗闭在里面呢，要发汗呢，发汗用什么？麻黄汤，麻黄桂枝汤，呵呵，最好的了。麻黄一下就是三钱啊、第一剂吃下去啊，大汗汪洋啊，已经是差不多要呜呼了啊、他的家人就感觉啊，医师啊，你的药吃下去啊，不但没有好啊，他爬不起来了啊，那是恐怕、麻黄太轻了，再来啊。第二剂麻黄不是三钱而是五钱了，这一下子吃下去啊，不会说话了，差不多了。第三季就呜呼哀哉了，这就是前面的第一种意思吧，第一种意思啊，不但是治不好，而且增加还是把人治死了，那就是因为他不会啊，随时按这个时候节气地方各种的应变，因为北方天气太冷了、这个汗不容易发出来，可以多用点麻黄。那么南方天气很热，就是容易流汗了、而且身体需要的人，那你用麻黄一下子就是两三钱啊、不死啊、那才怪你。所以一要用他的意识啊、意识的应变，随时要啊、关机应变，
什么病用什么药，不能死板，所以用意深远。他这个用药的用意啊，非常的深远，所以行医之道啊，必定要精，也必定要博。所以古人说，医师对医理，非精不能明其理。如果这个医学不是到最精最彻底啊，那没有办法彻底明白这个医理。非博不能治其忧啊，不是广博博览一切医书，那他真是治其病来啊，就会觉得这个道理不通啊，很容易出毛病。而且还要知道天时气运节气种种的变化，四时八节气候地方各方面都要注意到，都要考虑到啊。例如看医书啊，那你也不能说是只用一种医书啊。例如陈修元，他是北方人啊，那么用的药比较温啊，那你都是把这些药搬到南方来用，那很容易出问题啊。他治病经常用这个用这个或者干姜啊啊细辛啊啊，就用这些比较热性温性的药。所以必定要了解这个作者他是什么地方人，在什么地方用的这些药都要有所了解。所以必定要知道天时运气之序啊，还要能够明白人的性命吉凶之数啊，也要知道他的身体健康情况是实是虚，是寒是热哦，这些都要明白啊。那么对于虚实之分啊，顺逆之阶都要了解啊，还要了解疾病的重与轻，是重病还是轻病，都要能够分别。我从前小的时候在乡下的石头山山底山脚下了，我是山下的啊，小孩子经常上山啊。那么山上的一些我很熟了，山上有些山果呀，可以吃的东西很多。我的附近有一个男孩子十七八岁呀、啊。他上山去捡柴火的时候啊，因为山上有一种树木啊，那客家话叫做富柴树，富柴这种树啊，它长的水长的果实啊可以吃的，这果实一粒一粒黑黑的，熟了就是发黑，没熟是绿色，熟了发黑啊，发黑了可以吃，甜带酸，很甜带点酸味儿啊，年轻人很喜欢吃这个东西。我在小孩子的时候上山呢，经常也把它宰来当水果吃。有一次我这个附近的乡下人呢、啊、这个年轻人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他上山去啊捡柴的时候，看到这个腐柴子熟了，他就因为肚子饿啊，种下来就吃啊，哦吃了好多好多，吃多了回去啊拉肚子了，这个一拉肚子问题来了，家里人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会拉肚子啊，因为是夏痢啊严重啊，那么赶快就找那个乡下的医师来了，真是蒙古大夫啊，把他找这来看，看他把脉啊，把脉啊，从官司把脉过了，他又没有问他什么病啊，叫他把舌头给他伸出来给他看一看，这嘴一张开舌头一看，黑的发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吃那个水果三果是黑的嘛，那都是黑黑的，他一看他的舌头发黑啊，他害怕了。母姨呢？母姨呢？他提着提包就回去了。他完了，这个没用了啊，一定会死了，舌头都整个发黑了嘛，把头都照啊。啊，他家人呐、啊，尤其他的母亲啊，痛哭流涕啊。啊，他怎么办啦、啊？为什么突然之间上山回来就要死啊？哪有这个道理呀、啊？那么他就没有办法了，医师不治疗啊，也不用药嘛，又在哭。他的父亲比较坚强了，他哪有这个事情啊，那么随便就死掉了，我来治疗他。他的父亲就去宰那个拔蜡球心嘛，拔蜡球那是治疗这个痢疾的啊，那个嫩的寿星他宰下来啊，把它打碎，弄点盐啊，压出那个汁来啊，把它吃下去，一吃明天好了，明天好了好了，从那个医生那边过他一看，哎，没有死，哎，不但没有死还更好哎，所以这就是不知道疾病的原理的进与冲啊，搞不清楚嘛啊。那么所以当看那个石头，一看那个石头黑的啊，脆几龙哎哦哦啊，他以为这一定必死不疑啊，
他没有问，他说是你上山有没有吃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所以这个中医看病啊，它有四个字很重要啊：望、闻、问、切。最后一关才是切脉啊，把脉是最后一关呢、啊。必定要问他啊，你问问他的健康情况，他没问，他没问。一看到他的舌头脆起哦哦啊，我头都燥啊啊，无医啊无医啊，死啊、嗯，真糟糕。结果他喝了这个巴拉钦，不但没有死啊，第二天好了，又上山了。嗯，从这个医师的门口过，哎，怎么没死啊？反而竟更好了。嗯，所以这就是因为他不知道病情的轻重，而不会好好的去望闻问切。我都是在关老爷面前撒关道话，嗯。量还要量这个药剂的轻重多少，就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啊。那、你不能说按照古代的药方啊，你照抄。有人呐、啊，他喜欢在这个方书抄下来就吃，很危险呢。有的时候出毛病，甚至要去见阎罗王哦。古代的药方有很特殊的地方啊，与现在人不一样哦。啊，不是现在的几钱呐、啊，古代的药方有时算斤的。一斤的半斤的哦，那么他是说这些药把它这个把切碎了分作几剂，他不是说用一斤半斤这样子煮来吃下去啊，那不是牛嘛，那不得了啊，那有吃那么多的，所以有人照方书照抄抄下来啊那么多啊，拿到中药店一看，那我你这一剂方我的药店里面都有对光了，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。他古代这个方剂，古代的这个豆量衡也不一样啊啊，所以你必定要注意到这个量的多少啊，所以决定要这个当医师的人要能够啊贯为动由啊，贯穿最维系的这个医理啊，动彻它最由深的医理，不失细小啊。就是最细最小的一点点也要注意到，也要注意到啊、那么这才叫做良医，方为良医，具备这些条件呢、啊、才叫做良医。良医谈何容易啊，不是人人能当良医啊、只有佛才是究竟的良医啊、那么世间医师治身病，佛这个大医王治心病，身心之病都能治啊、那么佛说比作良医，这就什么医师比呢？啊，现在又看出经文了，比如良医，就最好的医师啊，他不但是能够利益人，而且能够使你啊断烦恼了生死的这种的能力，而且使你成佛道。所以这个良医是什么呢？智慧通达。他很有智慧，聪明通达，通达就是说明他的智慧的功效。这个智慧就是比佛的全十二智，全智十智的全十二智啊。通达，聪明而通达，就是比方佛彻底通达二谛之理。真俗二谛之理，只有佛才是究竟通达。那么佛以无言鉴定众生的根基啊，说顿说见说大说小说现说密啊，随机应变都能够应机说法啊，这就跟良医的能够随机应变，不会死在这个死方之下啊，这个情况是相同。明炼方药，明显示这个医师彻底通达一切医理，前面那个良医的解释啊，炼是锻炼，这个炼字两种意思，一种啊是医师本身对于这个医理医方啊病的这个症状研究的透彻，锻炼研究的透彻，这是第一种意思。第二种对于药的用法啊，它有这个炮制的方法啊，每一种药要什么样子治法啊，用什么东西去治，用什么药来帮助它啊，因为药它都有君臣啊，
有这个有左有实啊，君臣左使都能分得清楚这一方药，这个药方啊，以什么为君，什么为臣，什么为左，什么为实啊，分得清清楚楚，对这些道理啊，他很彻底的明白，那就是对药理彻底明白，就叫做练啊。他明练一切的方药，方文字方面的方书，书文字方面的啊，那些无论是啊这个药性啊病状各种的道理，在文字里面的所有一切的方书，他都看遍了，都研究透彻。药指这个药理，每一种药的药性药理彻底明白，这种药是寒的，是温的，是凉的啊，还是热的，分得清清楚楚，而有毒无毒啊，那么跟什么药相反相成，都分得很清楚啊。比如说你吃高丽参，吃高丽参你再吃这个萝卜干，那就整个抵消了啊，你这个高丽参也白吃没有用，因为这个高丽参人参是怕萝卜啊，怕菜桃啊，如果你把人参跟菜桃合并起来吃啊，那就不如不吃好了啊。那么这就说明啊，因为它每种药有相反的香味的香物的，这些都要了解，那就是药理要彻底明白。明念方药就是比方佛呀，善达一切佛法，世间出世间一切万法，佛法里面的三藏十二部啊，那么所有一切的法门，对治众生烦恼的方法彻底明白，那就是叫做明念方药。善治重病，就是善能治疗一切病人，重病并不止一种啦，四大假合之身，一大不调百一病生，四大不调就四百四病生啊，那么什么病用什么药，他善能治疗，把病都能治好，这就比方佛知道众生的根性的利钝啊，巧用这个四细谈来说法利益众生啊，世界细谈欢喜一，为人细谈身善一，对治细谈灭恶一，第一义细谈入理一啊。他对这个四细谈利益众生的方法由浅入深啊，那么根性利钝等等彻底明白，所以佛有十种智力，十种智力从四处非处力等啊，他有这些智力，所以能够善治众生的烦恼病。那么这就是比方前文所说的我以佛眼观，佛用他的佛眼观察一切众生的根基啊，所以善能利益众生，他有能应的智慧，能够应众生的智慧，所以有感应啊，众生的根性善根为能感，佛为能应啊。其人多诸子系，其人就是指这个良医呢，良医他有很多儿子，子系有很多儿子，有多少呢？若十、二十乃至百数。一个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儿子啊？这是一种比方，比方佛度的众生十法界具足，若十佛法界的根性，若二十佛法界菩萨法界的根性，乃至百数，百就十法界每一法界的众生根性，每一法界里面具备十法界十时成白，每一法界具足十法界啊，那么因此十个法界就成一百个法界，所谓百界千如三千性相。那么这十二十乃至百，这就是比方众生了啊，百为十数之十了，总包含十法界一切众生啊，除掉已经成佛的之外，九法界的众生佛都要度他，使他就近成就，所以良医比佛仔细，十到二十到百比所有的众生啊，这是比佛所度化的众生的这个
树木啊，是实际上是啊，树穷红遍，无穷无尽。已有四缘，演至一国，这就是说明过去一屋啊，啊，过去自从第一次成佛以后，在有的说在他方国土啊，度化众生，有四缘，就是娑婆世界他所教化的本土啊，众生的根基比较浅，还没成熟，而他方众生的根基已经成熟了，所以要先去度他啊。这个地方的根基还没有成熟，比较浅，他方国土的众生的因缘已经成熟了，所以远至他国，就到了他方世界，他国到他方世界啊。这就是在这个世间非灭现灭啊，本来没有入灭，视线入灭，那么到他方世界去做度化众生事业，就是说过去无量劫来，在这个世间对他方世界都是如此啊、所以就是前文所说，一佛现言当入涅槃啊、那么也就对众生宣布说将要入涅槃。入涅槃为什么？这个世间的根性还没成熟，他方众生根性成熟，需要去度他。所以到他方世界去，啊，那么这就是第一段，啊，两这个利比两一比两一智子比啊，比上三十一物啊，三十一物的第一段啊，远行比过去一物，这一段就是远行比过去一物。到他方世界啊，远至一国，就是远行比过去是过去一物啊。现在是第二段，还来比现在一物，现在又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了。这是说现在这个两千几百年前是现在印度啊，迦毗罗国净饭王宫，然后出家修行成佛，就是这一生又回到娑婆世界来了啊。现在是在这个时间说法四十九年利益众生的情况，所以现在利益众生，所以现在一物，这有两段，第一比感应，第二比事幻。先说明比感应，事实其父还来归家，诸子引读，或是本心，或不是则，遥见其父皆大欢喜，拜跪问讯，善安隐归，我等愚痴勿复毒药，愿见救疗，更是受命。这一段是比感应，事实其父凡来归家，父比佛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根基成熟了，佛又回到我们娑婆世界来了，归家，家指这个娑婆世界，就指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啊。诸子引读，或是本心，或不是则。诸子指这个世界的众生，读指众生的烦恼，比众生的烦恼啊。我们这个世界三界六道的众生，除掉圣人视线，凡夫三界六道凡夫，通通都有毒。什么毒？贪嗔痴等三毒。贪嗔痴是三毒，根本烦恼。而还有随烦恼的小毒很多很多啊，我们的这个心地里面的毒啊太多了啊。那么引毒啊，就是比方众生有烦恼啊，就是拿这个引毒来比方，就众生都有烦恼啊。那么毒严重的，或是本心严重的，失去本心，就是这个毒太深了 啊变成精神病严重了啊，失掉自己本心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情况。或不失则，中毒比较浅的，有点善根啊，有善根中毒比较浅的啊。这个中毒比较浅的，看到他的父亲回来，遥见其父皆大欢喜啊。这些儿子们看到他的父亲回来了，遥是远呢 啊佛在长极光中，我们众生在三界六道的同居土里，所以叫做遥啊，遥远呐、我们众生在三界六道距离佛国的境界很远很远，所以叫做遥。遥远见到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
那么见到佛出现之间，大家都高兴呐、啊，皆大欢喜，好像儿子看到父亲回来一样，拜呀、啊、跪呀、啊、问讯啊，那么问讯就是真正说出话来问好，善安隐归，下面就是这个或者不失心的这个儿子们说的话，这个父亲很好，很安隐的回到自己家来啦。我等愚痴啊，误服毒药。我们这些愚痴儿子啊，因为不神不注意，吃了一些毒药，就是众生啊，无始劫来就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毒啊。愿见救疗，就求出苦了。见到佛，求出苦，大家希望佛来救度我，疗治我的病啊。佛是良医啊。更是寿命，中毒如果不解的话，就有生命危险；如果没有把它治疗好，就有生命危险。所以现在对良医的父亲说：“啊，我们都有中毒了，啊，我希望您能够救治我，疗治我的这个毒药的病，啊，那么是等于是我的寿命在长，啊，免至由此就夭折，啊，所以呀、啊，要求佛。”感应来度化这些苦恼众生，那么这就是说明这一生啊、我们这个时间的众生根基成熟啊、那么感到佛出现在这个世间，所以众生为能应啊，佛为能感，这彼感应。下文彼示化，示化就是在这个世间示说教化啊、彼示化有两端。第一，比现行；第二，比说法。行就是身体了，现出身体来，在这个世间做度化众生的事业，就是比现行。那么就是佛出现世间，出家修行成佛啊、一直到涅槃这一段时间，都是现出这个身形来了啊。复见此等苦恼如是，依诸经方求好药草。色香美味皆悉具足，倒洒霍霍，于之令服。这就是第一段，比现行，现出身相来，就是出家修行成佛这个身相啊、那么这个长者就是梁义父见到儿子们，就这个世间的众生苦恼如斯啊，众生在这个世间贪嗔痴等烦恼所苦了啊，那么因此要治疗这些众生的病啊，依诸经方求好药草，就比方佛出现世间说法利济众生，说种种的方法八万四千法门啊。那么这些药方药草颜色很好，很香，味道也很好，没就是好了，味道也很好。这比什么呢？就是比佛所说的法，每一种法门呢、啊，都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具足。色比戒法，香比定，美味味比慧，戒定慧啊。颜色表现在外表，戒法就是对治众生的身口气质的烦恼也在外表，所以用颜色来比方戒。啊，香是味道，鼻子里面闻到的香味，这个香就比修禅定，得到禅定能够断烦恼，所以香比禅定。那么把这个药吃到嘴里，嘴巴里面觉得这个味道很好很美，啊，那么这个有味道吃下去病才能好，就比方有慧，由戒生定。因定发慧，是则名为三无漏学，这是楞严经的句子啊。那么色香美味啊，皆是具足，就说明佛说的法呀，每一种法门都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具足。同时也就显示说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都要持戒修定才能开发智慧。不管你修哪一种法门，无论你是修观也好，参禅也好，持咒也好，念佛也好，都要具备戒定慧三无漏学。修一切法门目标都在求定啊、
那么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他的目标都是在求定，希望能够成就这个定功。因为定才能够开发智慧，没有定智慧不会发，所以香就必定啊。那么药必定要吃下去才能治病，所以这个味道就吃下去才知道味道。那么修学佛法必定要由见生定，因定开发智慧才能断烦恼，所以智慧比就好像剑，智慧剑能够斩断烦恼丝啊。所以知道这个味道好，吃下去能够治病啊。那么色香味都具足，那么就是比方说佛所说的一切法门呢，都是具备戒定慧三不漏学。其他还有很多比方，现在重略。比戒定慧是最实在啊，是总意，那么包含其他所有的比方的意义都可以包含在里面。其他的比方重略，倒洒活活，这两个字我念这个国语是念不标准的啊，我是大陆边学来啊，没有标准，我不会波波摩佛，你们查字典自己去看怎么念了。国音我好像是看了这个注音，有注音的，我问过这个小孩子，他说是念啥，对不对我不知道哦，因为我问的老师啊是个小孩子，他说是念啥，对不对我不知道，你自己去查。意思就是说这个药啊必定要把它打碎，倒打碎煎啊啊、嗯，打碎，那么打碎之后要艾胎了，艾胎啊，哦，那么经过这个治理啊，整理之后啊，还要把它混合起来做药丸了啊，合也做药丸，把这个药打碎了啊，磨细了啊，磨成粉了，然后把它做药丸，也有这种的啊。那么就是药汤也有多种药去混合的啊，最起码四君子也是四种药啊。啊，八珍也是八种药啊，四物也是四种药啊，六味六种药啊，这好几种药把它混合起来。于此令佛，于此令佛，只是指我们这些众生啊，比如说这些法药啊，给我们这些众生取福。所以在这个佛遗教经里面说，我如良医，治病说药，这就治病说药了啊。那么这个药开出来。服与不服，服医就也。药开出来，我们吃不吃是我们的事情，啊，医师没有过久啊。那么佛开了这些药方给众生服用啊，那你能够服用啊，就能治病，把病治好啊。这是第一，比现行，就是好像医师出现时间呢 来治疗众生的病。下面比说法，比说法有三段啊。第一，比佛受停。转顿见法轮，下文这个良医对儿子说话，就是比方佛转法轮啊，耳作誓言对儿子们说这个话，此大良药，色香美味皆悉具足，汝等可服，速出苦恼，无福众犯。良医对儿子们说，哎，这个最好的良药，大良药，这个药最好了，最圆满最好，颜色也很好看，也很香，味道又很好啊，色香味都具足，就是比方戒定慧三无漏学具足，汝等可服，你们赶快把它吃下去吧，所有的苦恼都能消除啊，按照佛的法药来治疗嘛，所有的贪嗔痴等烦恼都能消除啊，无福重犯，就不会有种种苦恼的灾犯了啊，那么就恢复健康了啊，而且能够正法身成就佛果了，嗯，就是比转法轮啊，顿见就是顿教华严时，见教后边阿含放灯般若，现在到法涅槃了。第二，比劝戒啊，前文法说里面也有劝戒啊，啊，其诸子中不失心者，见此良药。色香俱好，即便服之，病尽处愈。这些儿子当中，他虽然说有毒啊，中毒了，可是不严重，没有失心啊，精神还是正常的。那么看到这么好的良药啊，有好的颜色，有很香的味道，就把它吃下去了，即便服之，随时拿着就吃了啊，那么所有的病就好了。
这是比方佛在世的时候那些佛弟子们啊，他的烦恼比较轻啊，因缘比较深，见到佛闻法开悟了啊，断烦恼了生死啊。那么佛在世的那些弟子们都是这一类，这是欠缺弟子们扶摇啊，能够对治所有的烦恼病。下面是第三，彼得意啊，彼得意啊，起诸子中不是心者，见是良药，色相俱好，即便服之，病尽除瘀。这是彼啊，这个当时服药得到了利益啊。下面引字下第三，引字下第三，拂去彼，彼未来异物啊。这是前面引字的第三段，引字第三段。那么到前面的彼得意为止啊，就是第二啊，还来彼。比现在义务啊，这个所分的这个科判呢，就到这里为止。那么再往下是比以后的事情，就是入灭以后啊。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法华说完了以后入灭啊，入灭以后尽未来际的利益众生的事实，所以叫做拂去比，又再离开这个世间去了。比未来义务。比未来是利益众生的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里有四段啊，第一，超比不灭有损，超越按照前面的法说是在后边，现在先说这个不灭有损，所以叫做超比不灭有损，原文在后边，前面的法说在后边，与彼说在后边，现在这里搬到前面来，所以叫做超。于是行者见其复来，虽亦欢喜问讯，求说治病，然于其药而不肯服。所以者何？毒气深入，失本心故，于此好色相邀而为不美。这是超比啊，不灭有损。如果佛不在不入灭啊，那么比作那些是心的，就是众都深的善根浅的，看到佛在世间不入灭啊，那么虽然看到他的父亲来了，也欢喜，也问讯，也求治病，但是给他药他不肯服，那么就说法呀，听是听了不肯修，法是听了不肯修，这类众生比作好像失心啊，众多严重的众生，所以药给他他不肯服。所以者何？所以他为什么不肯吃药啊？毒气深入，中毒太深了，中毒太深了，所以你给他药他也不肯吃啊，啊，不肯吃的原因是本心故，他的精神不正常。精神不正常啊，你给他药吃他不肯吃，虽然于此好色香药啊而味不美，看到这个颜色也很香，可是他认为这个味道不好喝，好像小孩子啊，你给他药他不吃啊，他为什么不吃啊？他总觉得药总是苦的了啊，所以你说再好他也不相信，他不肯接受，所以不肯吃啊。下面第二，比方便畅灭，就是不灭有损嘛，必定要唱灭才有利益了，全部入灭。复作思念，此子可明，为毒所中，心皆颠倒，虽见我喜呀、啊，求说救疗，如是好药而不肯服。梁一父看到这些是新的儿子中毒太严重，就是像我们这类众生啊。那么纵然给他好药啊，可是他不肯吃啊。那么这个梁义父就心里这样想了，这些世心儿子啊太可怜悯了，为毒所重，重的太严重了啊。那么他的心已经颠倒了，失去原来的正常的心了，虽然看到梁义自负而生欢喜呀、啊、也求治疗病啊，可是给他好药他不肯服啊。那么给他药他不肯吃，他的病就没有办法好了，那么只好想出另外一个方法来让他吃药。这些中毒深的人他不肯吃药，现在又想出办法来让他吃药，什么办法呀？这个梁义父只好离开了，只好离开这个地方啊，让他自己服药。
所以我今当设方便呢，令服此药。我现在该应当用权巧方便，使令这些失心的儿子啊吃药啊、那么佛就要入灭，然后使这些善根甜的众生啊、这个烦恼重的众生，由此看到佛法呀，生仰慕心，然后才能修行断烦恼啊、使令他服药。记住誓言，就对这些失心的儿子说：汝等当知啊，我今虽老，此时已至，是好良药，今留在此，如可取服，勿有不猜。梁一父对这失心的儿子就说：哎，你们应当知道啊，我现在啊身体很衰弱啦，年纪大了，老了，死的时间快到了啊，我把这个这么好的良药我留在这边啊，那么你过了段时间呢，你自己就把它拿来吃啊，你的病就会好，你不必忧愁你的病不好了，勿忧不猜，猜就是好啊，不要忧愁你的病不会好，你只要肯吃药病就会好的。那么就是说我该度的众生已经度了，还没有得度的留下得度因缘，就把这个三藏十二部一些教典留在世间做度啊、这个缘还没到的众生啊，使他得度。作事教义福至他国啊、那么这个话说完了，他就离开这个世间了啊、前世还告鲁父已死啊、这个话说完了，他就离开这个世间，就到其他的国家去了啊、那么到了外国去啊，这个梁一父就派过使者回来跟他的儿子们说：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的父亲已经死掉了啊。那么这就是比方入灭，比方入灭啊。佛把这些法说完了，离开这个世间入灭了。入灭并不是消灭掉，而是到他方世界去做度化众生事业，是到他国。前世梵告你鲁父已死，这个死者是谁呢？就是佛入灭以后的四依大士。四依大士，依靠佛法去修行的那些大菩萨们，按照《涅槃经》说，四依，人四依呀、是这样说，还没有断烦恼的、懂得佛法、正在修行的人，例如说出国之前的七方便人，是初一；出国二国是二一。三国三一，四国第四一，这是涅槃经说，但是里面含有这个大圣菩萨道的四一，菩萨道的四一啊、涅槃经论里面，有详细的分别，就是法华玄义文句，还有其他的经论，各个都有说法，但这个四一大师啊，分别不同，按照天台圆教的四一，圆教菩萨的四一，实性位初一，实住二一，实行实回向第三一，实地等觉第四一。简单说，四一大士就是诸大菩萨，所有的菩萨道的这个行菩萨道的佛弟子，到了末法之世。正向末法，讲说法华经流传世间，使众生能够知道开权显实，知道佛久远成佛，说这些道理的都是四一大士啊、所以这就是佛的实则啊、那么详细分别啊，在其他经论里面，现在因为时间不多了，就不细说啊、那么就是佛入灭以后啊，四一大士流传世间，那么使众生能够断烦恼了生死，依法修行啊。第三，比唱灭有益，就是佛说入灭，那么然后使众生得利益啊。事实诸子闻复被爽，心大有恼，而作是念：若父在者，此命我当，能见救父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良义之子听到父背离他而在外国丧失生命啊，心就很大的有恼了。心里就这样想，如果我的父亲在世间，他慈悲怜悯我等啊，他会救护我们。今者舍我言上他国，自为孤路，无复世故啊、现在梁一父离开我到外国去啊、爽失了生命，那么我在这个世间想起来很孤单，
啊，好像露宿在世间一样，那么没有依靠，事孤就是依靠了啊，失去父母就是失去义孤了，事孤了，那么就是没有依靠，常怀悲感啊，心想起来很悲伤了啊，很感动了，心随醒悟，这一感伤啊，就是醒过来了。是心就恢复正常了啊，乃至此药色相美味，即便继续服之，毒病皆愈。知道良医留下的药啊，真是最好的药，随时把它拿来服用，吃下去之后，所有的病都好了，问题都解决了啊，毒病都治疗都愈就好了。第四，追彼本时不灭啊。这是本来在前文先说，现在留在后边才比，所以叫做追啊。其父闻之，细意得猜，寻遍来归，闲时见之啊。既然这些失心的儿子恢复正常，吃药治病，病毒都消除了，那么他的父亲就回来了，让他见到啊，看到这个儿子病好了，他就回来了。啊，那么让儿子们都见到他的良医父啊，那么实际他的父亲并没有灭，还是存在世间。这就比方，如果你烦恼断了，生死了了，佛就现前，佛就在你的面前啊。说佛并没有入灭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一千几百年，智者大师修法华三昧在大苏山。修法华三昧的时候，入初旋陀罗蜜，正到这个定宫入定的时候啊，见到灵山一会俨然在前，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说法华经，这就说明灵山会上常说法华，而只是我们众生呢法眼不开，见不到而已。烦恼断，佛现前啊，我们现在都被这个烦恼遮止啊。所以显不出本来的面目，因此也就见不到佛啊。本来很想把这个长文讲完了，因为这个一的意思明白之后，文字并不难聊啊。可是还是讲不完，剩下字字十一笔，笔上总结不息这一段文，就是诸善男子以下这个文字说不完了，我们只好留下次讲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
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。